为南、为北、为山水，讲东、讲西、讲上记，欢迎收看《祖先有智慧》。大家好，我是吃饱收闲的张祝英，祝英、祝英、祝英的，欢迎收看《祖先有智慧》，愈讲愈趣味。好、哦、啊，最近啊，接到真多观众朋友一直敲电话我。讲哦，市面上有人在模仿我张作霖啊！我是号称任何名，我是三字经白做的新来呀！哦，啊，我今日坐去一人看，大家坐回来研究台湾文化。咱即马马上来开放现场的口音来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是？哦，我是住在潭子的潭子神功啊。哎、欸，你是楚留香吗？阿婆，你哪要潭子神功？吼、哦，我不是啦，我是住在潭子姓沈的阿公，阿郎都叫我潭子神功啦。哦，哎、欸，住伫潭子的潭子神功大哥，你要问什么字呢？哦，有食药啦，有吼、哦、是有无的有啦，啊，食是食饭的食啦，啊，药啊吼是毒药的药啦。老师，啊啊、你叫我哟，你丢掉了，你丢毒呀，你丢掉，天生我独行百里相随。好，来，卖搞嘿，惊吼，我胆无真大。来，有食药，咱台语的食吼啊，诶，应该是这食较对，可能写唔对吼。有食药，哦，用食，啊，这是迄个粗吼，这粗粗就是台湾的食吼。有食药啊，白粗的粗，哦，白粗白药的粗啦。来，笔画，改笑落去。哦，有是六位，食是九位，药是二十一位，六加九加二十一是三十五，三十六啦，三十六加大力一就是一五五，五加起，一五五加大力一九是二七数，有小休，有宝贝，老师。好，来，有食药，有加起，有小休。有保庇啊！啊，这个行哦，咱这个台湾用这个行，一行人有无？哦，迄、那个向前行的行是这個，啊，这是咱国语写到走，迄、那个是走，咱台语是走的意思哦，所以无共。有行去，来有烧香，啊，这个香哦，香水，但是咱台湾是用香，香水，这个香才对哦，芬芳的芳，香水哦，啊，过来哦。啊，香油啊，香油钱叫做甜油香，啊，甜油香，甜油香，哦，对，甜油香，哦，啊，过来，香火，香火，哇，香火旺盛，信道满天啊，哦，所以讲哦，这个香哦，有真济音就对，啊，是种香，香港，哦，香港，香港佫无同啊，吼，啊，这个保庇，哦，这个庇，这个同义副词。咱国语叫保佑，保佑，但是咱台湾话用这个庇佑，庇佑哦吼，啊，保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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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啊，对，就是迄个保庇吼。来，有食药，有惊气，有烧香，有保庇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用讲的雾沙沙，咱大家做回来看，维西啊。同学，你一头走袂对、哦。我要来去爬山啦，运动啦。哇、哦，你有咩工作啊？你是咱班上班端呢，哪有可能去运动？嗯，拜托，你无听人讲顽石点头吗？吼、哦，我天爷都红火嘞。哦，拜托。讲你是咪要做什么歹代志？唔是啦，是因为吼，我做这個全身健康检查，伊发现到有三高的问题。哦，是讲医生以前就捌跟你讲过啊，你根本就无咧插伊啊。啊，伊早是伊早拜托的，哦，我最近吼，我就是去拜拜啦，我、嗯、去求神明讲吼啊，有啥物人，我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无安尼。啊，神明安怎讲？哦，啊，神明就讲。叫我讲，医生开的药啊，爱准时吃哦。啊，要解决这个三高的问题，上好的药方叫做运动啦。哦，欸、啊，这阵神明有准呢、欸。讲、哦、诶，拜托诶，这阵神明哦，我对囡仔拜到即卖，当然冇准。哦，这就像人咧讲的啦，有食药，有惊气，有烧香，就有保庇。哦，人讲啊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呀、啊。
凡住过必留下邻居，凡吃过必留下体积。吼，你卖乱讲，我讲国家你就知讲，凡打过必留下血迹啦。好快哦！人讲哦，有烧香啊，啊有保庇，有食药有惊气啊。咱食药啊，身体就会健康。啊，若是有烧香，心中有一个信仰，有一个寄托，啊，自然哦。做帅气的无往不利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讲哦，啊，这个若有努力吼，啊，拢有一挂成果的咧，安尼知无？嗯，一分耕耘，一番收获。啊，无唔对，无唔对，啊，囡仔巧巧讲一遍就会晓，啊，咱今日吼就解说个遮啦，吼。哎，老师，啊，咱拢很老啊，很老啊，今仔这个香爱来很老啊。对啊。啊，你拢有准备哦。好，好，好，太小看我们了。来，潘公公。哦，潘公公，公公潘。香哥。香港卡，香港卡，唐伯虎点秋香，点秋香，秋香，哦，拢是东西，哦，好好好，稍等啊，都派家的，来，啊，这观众多几位啊？坛子成功，成功，你有啥问题无？有哦，这无问题，好，我等几波呢，啊，你是好，我话遮多，啊，我要问哦，易烊主较厉害哦，还是种哦，坛子成功较厉害啦？啊，那根据我个人对金庸武侠小说啊，这研究几多年啊，发觉吼，这个是这个十二指肠上界厉害，伊比那易烊子多足足多了十一指啊，吼，还敢猜？多谢武帝辉，咱下回继续解看落去。